37。把九姑累死了，是不？我帮了他去。这次光他下损了，走走看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哎，我得罪谁了？让我遭这个罪啊！我上辈子做了什么孽，让我受这苦啊！哎呀妈呀！哎，别动手啊！当初干什么了？今天给你求情，人才给面子，要早把你开了。开吧，哼，他不开我，我开他。天亮，我可说死了，这俩钱我不挣了。一会儿我收拾收拾，我就回柳枝屯我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哎呀，行，这是累死人不偿命啊！我跟你说，九姑。哎呀，你自己回去。我们还不回去呢。哎啊，你干啥呀？哎，你干啥你吗？我给你装上。当初咱离开柳枝头是咋说的？啊，不混出个样来，咱就不回去。你干啥？你走吧，把那酒瓶子给你带走。这你干啥你？干啥呀？咋的？你们俩给他凑点路费吧。凑路费。你这是干啥呀？我这还5块钱，够了。你俩要把我甩了？拿着5块钱。嗯。昌二哥，我跟三更呢，反正是不走。我们大家都不走，我们就在这儿干啊。你要是回去呢，你就回去吧。张三哥，啊，你瞧不起谁你啊？啊？我就不走。说啥我也不懂，咋的？爱咋咋地。我睡觉，你起来起来起来。能咋的？不就累吗？累能咋的？死就死。来，来。不吃拉倒。哎呀！哎呀，那饭真香啊！嗯。包队长，
今天刘大强他们又来闹了，要不就依了他，把他找回来，给他们补发工资。我说你别惯他那毛病行不行？啊，他刘大强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哼，给我俩拿板。香港柳老板天天追着工期，怕到时候找不到好的瓦工，影响工程进度，咋和人家香港老板交代呀？我看刘大强是顺毛驴，还是把他找回来吧。他刘大强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就不理他。那瓦工怎么办呢？哎，我记得当初申天亮他们来的时候说，他们什么都会干，要不找他们试一试？要不咱们看看去？走走走走走。包队长，小明累不累？没事，挺好。歇会儿来。哎，我说天亮啊。啊，我记得你刚来的时候说过，你们哥几个干过瓦工活。对，以前干过。哎，那你那兄弟两个活怎么样？瓦工活没问题。哎，叫你把大脚咋样？那感情好啊。啊，来，抽根烟来。包队长不会抽。真是不会。哎，天亮 啊，你能不能帮我找点人来？那没啥问题，不过呢，我得回村一趟，估计能整来个十来个人吧。哎，那行，但我可要挖工啊，手板要利索点。你放心，我们村啊，全都是把好手。那行，那就这么定了啊。哎，老戴啊，你赶紧安排一下子，叫天亮他们去招工，顶刘大强的位置。哎，好。人领了以后。到瓦工二班，嗯，走。哎，不是包队长，这啥意思？让我们顶别人位置？是这样，刘大强他们哥几个拿板辞职不干，队长就想到你们哥几个了。那行，三天之内我把人召集，哎，领来的人明天直接到瓦工二班报到。好嘞，包队长，那这工钱咋算？哎，这点你放心，保证亏待不了你们。从现在起，按技术工种发给你们工资。好，三天之内我把人等齐。好嘞，那我干活去。哎，进去进去进去。爹啊。哎，姐。天亮，回来了。啊，没吃饭呢。哎呦，我给你盛去。爹，你快吃个饭去。咋样啊？回来招兵买马。招兵买马。招兵买马，哦，工程队缺人手，我回来招几个人。一天多少钱？瓦工40。40啊？哎，不少啊。嗯。哎，你们这不需要打个钉做个饭啥的？吃吧你，你这样吃。啊。哎呀，你慢点吃，别把你噎着。再吵吵不招了啊！我告诉你们讲，这次啊就10个名额啊！我告诉你，先报上名。大家听我说啊，不够是17岁的，赶快回家去啊！这不行，一会儿先给我这报。哎，你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一会儿开始呢，选上了呢就站这边啊，还没选到你的呢就在这边等着，听明白没有？明白。好，开始。好了，我现在开始点名啊。你整这事儿有准吗？老师说，这您放心，到那儿以后呢，吃了管饱，还能挣回来现钱。那好事儿，反正啊，咱们村的劳动力也富裕，是吧？行。孙红海到，李二贵到，大喜子到。正规点儿，叫大名，这不习惯了吗？高大喜到，李启明到。王三根到，金大庆哎，刘永康，张二奎
在这站好了啊，下面请这个天亮给我们讲两句。欢迎，好，欢迎，欢迎。好，讲一下啊，咱们这次去城里打工呢，主要干的是这个瓦工活。首先讲究这个手艺，手艺要精的活要干得漂亮。这个第二点呢，咱们这次去城里打工是代表咱们柳树屯，要体现咱们柳树屯的精神风貌，要遵守咱们施工单位的这个纪律。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在生产方面要严格按照施工的安全条例安全生产，希望大家注意安全，好吧。老师说您看您还有啥讲没事说。咱们都回去收拾收拾，下午就出发，好吧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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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一报名这个，我都来不及了。嗯，怎么了，铁柱？说啊，赶紧报名啊！天亮哥，我也想去。铁柱，你就算了，算了，算了。啊，铁柱，这次名额都满了，下次，好吧？找着人呢，确实不错。是，你看这活一点问题没有。嗯，好，我到那边看看。好嘞，哎，好，您忙啊。哎，高哥，哎，高哥，哎，干咋样？哎，高兴啊。大家伙听着啊，再加把劲啊，不能给咱柳树屯丢人。哎呀妈呀，这肚皮上的闷头终于是熬出头了。哎，我说天亮啊，为了咱们柳树屯瓦工班的成立，到了晚上是不是应该弄点嚼糊，喝点小酒庆祝庆祝啊？我说常有哥，你这酒虫又勾出来了。早都出来了。那行，那咱晚上庆祝庆祝。哎，好啊，来来，哎，王志，来来来，我来，哎，来了。哎，包队长。嗯，好。来，圆子。来，来，老板娘。哎，有烧酒没？有。再放点吧，吃点吧。半斤烧酒，再来几个凉菜。好嘞。老板娘。哎，喝酒啊？瞅啥呢你？是天亮的吗？来喝咱的。多喝点儿，行，高兴。哎，正宗的小少。哎，拿两个杯子过来，老板娘。哎，慢用啊。哎，再拿瓶啤酒。哎，老板娘，你来一下，来。我说，你这酒里兑了多少水啊？你说啥呢？我们上货时就这样的。哎，你这个可别砸了你的酒店的名声啊！你这不是酒里兑水啊，是水里兑酒啊！你别糟蹋我们酒店的名声好不好？老板娘，你别生气，他这人呢好喝酒，喝酒专家。老板娘，我这可不是跟你吹啊，你这儿的酒它只要是白酒啊，你甭管是啊粮食酒、地瓜酒、大烧锅还是小烧锅的，高度的还是低度的
我只要喝上一口，我就能知道多少度，上下差不了一度，你信不信？我开十年的饭店呢，还没见着你这么能吹的呢。老板娘，这么着，你也倒点酒让他试试，不就完了吗？对，外边干嘛呢？吵把火。被你发扛五十袋水泥的那小子，正品酒呢。他说，这酒他喝一口，就知道这酒有多少度。你是说那个酒葫芦啊？对。咋的？真邪门啊！来，包队长，那不管了，咱喝咱的。好。服务员，快点点。哎，老板娘，这回头我们要是尝出来这酒，我们可白喝啊，不付钱啊。你要是尝出这酒多少度来，我这酒白送你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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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来，都听好了啊。一言为定。好。勾兑酒，44度。别动！我看看，看看。这是黑龙鱼勾兑的44度。行，谢了，谢了，行，行，行，算不算？再来一瓶。再来一瓶。真的，我喝这么些酒，没遇到过这茶馆。这是吧？啊，来。老总，哎呀，这酒真香啊！这是真正的烧酒。我问你多少度？对，你说多少度啊？62度。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。哎呀妈呀，马双小烧62度，真的行。你要是尝尝我这瓶酒啊，我这几瓶酒白送你啊。好，来吧。来，我有点不太对呢。完了，尝出来，这不，你先尝尝，先尝尝。你这酒啊，是两种酒兑的，啊，一种是曲酒，52度，一种是烧酒，62度，这两种酒加在一块儿，这个度数大约在56度左右。老板娘，看看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对吗？真神了，我的酒啊，白送你了。哎呀！拿过来，来，把那酒拿过来，拿过来，来，大伙儿都有，拿过去，来，那个犒劳犒劳你，那个老板娘，那个炖个土鸡吧，啊，土鸡，太神了，啊，喝着，兄弟啊，吃点糖。哎，他几个干啥呀？要打架呀？哎，姓包的。哎，你干啥？欠老子钱。别给我比划，你咋的？欠老子钱，老子不要了。今天我就打你。打你！打你！打你！他几个干啥呀？哎呀，哎，开亮了，咱们走吧。哎，又是你，刘叔，怎么的？不能再打了，再打出人命了。上次不能再打了吧？上次我就没揍你，知道吧？这次我连你一块揍，打他！对了，啊！大哥，
走吧。天亮，昨天晚上多亏了你们几位，要不然我得被刘大强他们打死。客气了。该着啊，让我碰上了你们几位。哎，这样啊，今天晚上我做东，请你们几位喝酒啊。好啊。行。天亮，你是练过武术吗？那刘大强太凶了，见到你没电了。俺们兄弟在部队当过特种兵，是吗？那三个五个的，啥三个五个的，七个八个进不了他的身。那是啊。哎呀，怪不得。我说，我觉得你跟别人不太一样嘛。那我就多谢了啊。客气了。哎，天亮，从今往后，咱们就以兄弟相称啊。有什么事儿你尽管吱声，跟我姓包的干，保证你吃不着亏。啊，对了，还有件事儿，以后呢，你就是瓦工班的班长。啊，老大啊，从明天开始，天亮就挣班长的工资了啊。哎，好嘞，班长了。包队长，才是个班长啊。啊，能不能再提点？天亮在部队的时候就排长了。对，这儿没排长。那行，那包队长，大队长，那就谢谢了，我们就回工地了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你别忙了，你让小玲收拾。来，你坐这儿喝点饮料。来，来，你喝。那个，其实我最近总想找个时间能跟你好好聊聊。那你说吧。你能把电视关了吗？谢谢啊。你看，咱俩结婚也一个多月了，我就想问问你对咱们婚姻的看法。没看法。哦，没看法。那你要没看法，那我就说说我的看法啊。第一，我蓝大川不是娶不起媳妇儿的臭狗屎，我要房有房，要车有车，要钱有钱。你就算是皇上的女儿，你也该知足了。第二，人俗话说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嫁个扁的你还得挑着走呢，是吧？你既然嫁给我蓝大川了，那你就不能成天老是还想入非非，成天老吊着个脸子。我怎么吊脸子了？你看看你现在这样，啊，好像谁欠你800万似的。我知道你现在成天想着申天亮，我也知道你跟申天亮从小青梅竹马有感情。可是你想想，申天亮他有什么呀？啊，他就是一农民，就是一个兜比脸都干净的一穷光蛋。你退一万步来说，你就是你嫁给申天亮了，他能跟你什么啊？大川，说我们的事儿，别把别人牵扯进来。行，我也看出来了，你根本就没想跟我聊。忙你的啊，你看，喝饮料。你该看电视看电视，我不跟你谈了，行不行？
哎，小玲儿。哎。走。哎。红英在家吗？在楼上呢。啊。兰兰妈也在家呢。啊，好。杜月姐。杜月姐，杜月姐，你看谁来了？啊。哎呀。哎，冬月。来哎，来。来，快坐。来，你也坐。哎，小玲，去给大姐倒点水来。哎。姐。哎，大川呐，这冬月到咱们老兰家也有一个多月了吧？俗话说呀，进了一家门就是一家人。冬月，有些事儿啊，也别着急上火，得慢慢适应。由一个大姑娘变成个小媳妇儿，表面上看好像是一夜之间的事儿，其实啊，得需要一段过程。大川，这冬月刚到咱家来，你对人家好点儿。当了丈夫了，就得知道疼媳妇儿，要知冷知热，多关心冬月啊。我现在就是一张热脸贴着人家冷屁股啊。咋说话呢？大川他就这个样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我这个弟弟呀，从小就没有爹妈，是我这个姐姐把他带大的，有时候还有点任性，不过心眼还挺好使。往后啊，你也多理解他，多疼着他点啊。来，喝水。哎，小玲，哎，好好干啊。嗯，我叮嘱你的事儿啊，别忘了。啊啊，我忘不了。干好了，亏待不了你。去吧。哎。玉文姐啊，你们先坐着，我工地有点事儿，晚上晚点回来。哎，那个，我下午想上街买点东西，明天回家看看。回哪个家呀？柳树屯啊。哎，这是好事儿啊，回柳树屯看看家里人。我这两天工作忙，你现在说吧。大川，把你那事先撂下，陪冬月回家看看，正好还拜拜老丈人。是我工地的事重要还回家重要啊？我说不行就不行。长时间也不回来了，还三天回门呢。这冬月又不是嫁出去的，那是卖出去的。你说这啥话呢？那别人不知道，你还不知道啊？啥话？实话。天了，你过来过来过来，干嘛啊？哎，你快点起来起来！我跟你说，你别管那，赶紧过来，我叫你呢，赶紧过来。你不是想回家吗？我今儿陪你回去。你不是不让我回去吗？这不是今天有时间吗？啊，对了，我问你啊，现在你们村谁说话最管数？村里当然是村长的支书了。那你爸跟他俩谁关系好？你问这个干啥？我这
不是有事儿求他呢吗？行了，我也不瞒你了，你们村新挖出几坛的老酒，你听说没有？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？听说这几坛的老酒是清朝年间给皇上上供的御酒。要说你们这些农民呐，南大川，你别张嘴闭嘴农民，农民怎么了？没有我们农民，能有你吃的粮食吗？不是你别急，我这不是跟你说事儿呢吗？对不对？我是想把这几坛的老酒给他买过来。你不好好干你的建筑公司，你买人酒干啥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我把这几坛酒买过来，我得藏着。论斤卖，论两卖。哎呀，我这一坛子酒就相当于我盖着两三层小洋楼啊！哎呀，两坛子酒，你看，你看，你赶紧收拾去，他赶紧走，争取晚之前赶到。快去！来来来，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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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这个破地呀！哎呀，哎呀！哎，三婶儿，三叔，哎呀，刘玉啊，是啊，这是新媳妇回门呢。啊啊啊！哎呀，你看人家冬月找那人家啊！哎呀，我天，你妈呀！看，坐小轿车回来的呢。那可不，那看他能不能是大奔子咋的？干啥去了呀？出队呢。把小瘪犊子喊什么喊啊？你喊了！我们这见了新媳妇都这样说。没文化！你让让让！没文化是吧？这这这这这！来哥，来，来来，你起起来，来。来吃菜快。哎，好，吃菜快。哎，真好。哎，冬月，别忙了，一起吃吧。你们先吃吧。老爸，你放心，冬月。吓得我们老蓝家，我绝对不会让他吃半点亏，受半点气，让他享福。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来，大川来，来，我回敬你一杯。嗯，等等，行了，爸，来，我敬你，我敬你。嗯，来，哎，哥，咱现在也都是时代亲戚了，我觉得你就别再种地了，那玩意儿啥前途啊？不行，你就上我公司去。你这么好的身体，去我那儿当个保安，当个保安队长啥的啊？东阳啊，那你就去呗。都实在亲戚了，咱就别客气。就是，爹，人家我听说在城里当保安都得会点五把抄啥的，最起码也得是个转业兵。你说我会啥？只会庄稼把式。哥，你是我大舅哥，你啥都不用，你就坐在办公室，到时候我给你开支就完了，啊？这事完再说吧。
来喝酒。哎，来爸喝酒。陈丽姐，啥事儿啊？天亮在吗？我说你这个人挺有意思啊，你都跟别人结婚了还来找我们家天亮干啥呀？再说了你也没顾着我，给你看着他吧。天丽姐，我能进家坐会儿吗？我看还是免了吧，省得再弄出点什么是非来让人家说三道四的，我们家可扛不住。那你能告诉我天亮在哪儿吗？你不觉得你自己挺烦人的？天丽姐，我求你了，你就告诉我天亮在哪儿，我只跟他说几句话。好吧，我告诉你，他还在砖窑干活呢，那你去找他去吧。谢谢天丽姐。老支书啊，听说你们村儿发现御酒了。御酒啊？什么御酒？不知道。就那砖窑里淘出的那个啊？哎呦，卖不卖？我想给买过来。啊？您呢？啥都知道啊？啊？哎呀，不能卖，那是酒引子，我们还准备留着开酒厂用的呢。哎呀，老支书啊。你卖给我，我蓝大川不会亏待你的，这是一点小意思啊。哎呀，不行啊，姑爷子，你呀，该琢磨什么事儿啊，就琢磨什么事儿去吧啊。啊这，哎呀，啊，肯定不行。那还用说？嫌少啊。那行，我先走了啊。就扯这下午。告诉我吧，天亮他到底在哪儿？你这死了心了，我肯定不会告诉你的。